哎呀，真系欢迎大家收睇《生活调查团》，我系调查员 Showman 啊。俗话都话啦，跳下广场舞七十都唔认老啊。但系你又知唔知咧？如果跳广场舞嘅方法唔啱，分分钟会跳出病噶、啊。哎，靓仔，啊、你有冇搞错啊？跳广场舞都会跳出病。你会唔会遮大炮啊？啊，呢位靓姐，你又唔使担心啦，因为今期节目咧，我哋就系要帮你排查一下跳广场舞嘅健康隐患，要帮你揾一个最健康、最科学嘅跳广场舞嘅方法。Come on, baby， 一起调查啦！跳过广场舞嘅阿姨都知道，广场舞可以强身健体、结交朋友，所以广场舞对于唔少人嚟讲，已经成为咗生活嘅一部分啦。只不过现时大部分嘅舞步都系由广场舞爱好者自己编排紧。当中可能会存在一啲健康隐患，为咗揾出最正确嘅跳舞方法，我哋嚟到越秀区建设街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请一班长驻广场跳舞嘅靓姨嚟帮下我哋啦！哇，好犀利啊！啲靓女，我先跳咗一阵间啫嘛，就大汗揼细汗，仲啲腰酸背痛添啊！哇，冇搞错啊！跳一阵舞就嗌腰酸背痛，我哋都冇气喘，但就流大汗啫，使唔使咁紧要啊？哇，咁多位靚女咁犀利，氣都唔喘呀，係咪？好啦，咁我問出你一個問題喇，究竟你覺得跳廣場舞係屬於咩強度嘅運動呢？啱先先跳完舞，我哋嘅調查員 Showman 連氣都未唞順，各位醒目嘅阿姨就已經好爽手咁投好票啦，從不忙對住鏡頭嚟個剪刀手添呀。系啦，采访完一大堆靓女之后咧，佢哋发觉呢个广场舞属于中强度嘅运动。嗱，究竟呢个运动啊，点样有高低之分呢？同埋中老年人咧，又啱跳边种强度嘅运动呢？这个运动强度呢，最主要是两个指标，一个是心率，一个就是一个自我感觉。然后我们评估这个心率的话，现在有个公式，就是170啊减去一个实际的年龄数。比如说像我们现在40岁，然后170减去40，那么我运动的时候，那么我这个心率就应该一个比较好的心率就是130。运动强度的分级里面呢，最强的这一级呢，心率是最快的，自我感觉就是说非常累受不了。第二种呢就是一般强的强度，那他心率是最高心率的一个60%左右，自我感觉还有今天挺舒服的，运动最低的一个就是运动强度呢，它就是大概只有最高心率的20%然后呢他的自我感觉是好像没什么运动。听完医生的建议，我们就知道最合适的运动强度是需要通过自我感觉结合公式的方法计算出来的。由于今次参与测试的阿姨平均年龄是59.7岁，我们就按照公式170的年龄的方法，将实验的标准心率定在每分钟110次。为了测试一下广场舞的运动强度去到哪里，我们请来了5位阿姨，分别用不同的背景音乐跳舞5分钟，并且测量志愿者跳舞前后的心率和血压。正常的心率一般都就在每分钟60到100次，在跳舞之前，我们5位志愿者的心率都是属于正常的范围。第一次实验，我们选取的是比较柔和的舞曲，那这5位志愿者跳完之后，心率又会有什么变化呢？靓女咧，啱啱已经跳完舞啦，即刻嚟睇下佢哋而家跳完舞嘅感觉会系点先？点啊？跳完舞之后攰唔攰啊？唔系好攰，都几好，跳得尽量我哋即系喺广场啊练下身啫。哦，即好似未够喉咁啊嘛？系。啊，唔错唔错，咁再睇下呢位靓女啦。点啊？跳完有咩感觉啊？都几精神咯，越跳越精神咯，应该系。哦，即系仲有好多力喎。系啊。哦，咁啊，跟住嚟睇下佢哋 check 出嚟嘅嗰个心跳同埋血压系点先？一号阿姨跳舞之前的心率是每分钟77次，跳舞之后的心率就去到每分钟88次。而二号阿姨跳舞之前的心率是每分钟72次，跳舞之后为每分钟84次。跟住落嚟，我哋睇另外三位阿姨的状态又系点先？欢姐点啊？感觉？几好啊！我由于平时即系我哋都有出嚟跳，所以都唔系觉得好辛苦，即系。帶住個平常心嚟跳，自己就有啲
即係正常覺得都比較寬化，比較好啲，即係比較輕鬆啦，係嘛？輕鬆係。O、oh, K，、okay. 果然冇乜問題啫嘛。另外一位靚女先，點啊？靚女跳完舞而家有咩感覺啊？嗯，好輕鬆，好舒服。都係好輕鬆，好舒服。出一身汗咁啊，好開心。哦、嗯，都係開心，都係好輕鬆嘅。咁、那個心率同埋嗰個血壓又會點呢？三號阿姨跳舞之前嘅心率為每分鐘77千，跳舞之後個心率就去到每分鐘82千。四號阿姨跳舞之前嘅心率為每分鐘75千，跳舞之後為每分鐘94千。好啦，而家就幫最尾嘅靚女咧檢測埋個心率同埋心跳。咁而家嚟問一問佢，跳完舞之後感覺如何呢？帥，爽还是帅啊？爽啊，很爽啊！毛阿姨跳舞之前心率为每分钟83千，跳舞之后为每分钟85千。换句话讲，在舞曲比较柔和的情况之下，大家的心率都没有超出正常值。在五位志愿者的心率恢复到原始值之后，我们继续实验。相比起啱先比较柔和的曲风，我们今次选出的音乐是节奏比较轻快的。在五位志愿者实验结束之后，我们得到了一组数据。在跳轻快舞曲的时候，有三位志愿者的心率超过了110次每分钟。通过对比两次实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广场舞的强度其实和音乐的选择是息息相关的。当选择一些节奏比较快的音乐，广场舞的运动强度就随之增大，甚至和健美操的运动强度有得挥的。所以各位热爱广场舞的阿姨，在选择广场舞嘅时候就要量力而为，选择一啲比较柔和嘅音乐啦。除咗音乐选择方面，我哋要有所注意。咁我哋嘅中老年人跳广场舞嘅时间又应该要控制几长先合适咧？这个主要跟他的运动程度有关系，时间不是唯一的一个指标。一般自我感觉，他感觉到哦，今天有运动了，啊，然后呢，运动的程度还刚好。啊，就觉得很享受这种运动，这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就界限。郑主任仲同我哋讲，跳广场舞一定要量力而为。如果跳嘅过程当中觉得心跳得太快或者疲劳，就唔好顶硬上啦。而各位阿姨最好每隔半个钟唞一唞，并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啦。听完医生嘅解释，我谂大家都对广场舞嘅强度有所了解啦。嗱，我哋一般都会觉得跳广场舞应该对啲阿姨嘅身体健康嚟讲应该有益先啱噶嘛。但系居然有人话跳得广场舞多会有肩周炎，咁又系真唔系啊？肩周炎又叫50肩，是一种软组织退行病变，多发于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女性患病的比例比男性高，严重的时候肩关节向各个方向活动都会受到限制。就是说不能一概而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治疗啊时候是鼓励病人做运动的。肩周炎的治疗我们一直跟病人提倡，一半靠医生，一半靠病人。我们会病人适当的练练爬爬墙啊，上举外掌啊，包括做一些很随意的肩部的旋转运动，这些都是必须的，一定要把这个年龄的肩关节拉开。但是你现在广场舞他用一个比较单纯动作做了几十次几百次，那么这个其实是最早来说是个劳损，是吧？时间长肯定是个劳损。然后呢，如果是老年人呢，他本来气血就弱，这个重复的一个动作，他那个气血就会更虚。我们首先调查的就是广场舞的动作是否会导致或者加剧肩周炎。我们站在广场舞方队隔离十分钟观察广场舞的动作，并统计这十分钟当中舞蹈当中一共有多少次抬手动作。通过统计，我哋发现其实广场舞有70%嘅手部动作都系抬手运动嚟噶。喺十分钟之内，我哋嘅阿姨一共跳咗3次舞，抬手动作达到560次。如果按照跳半个钟嘅时间嚟计，就有1680次。按照呢个强度跳广场舞，又有冇可能患上肩周炎呢？那么像中老年人呢，他如果一个单纯的动作啦，比如说老是肩外展啊，肩内收啊。过举啊，那么这个动作太多的话，它会损耗我们人体的气血，
特别是运动强度过大的时候，那气血它会更虚啊。这时候你运动以后，你一冷却下来的话，那个风寒湿邪又进去，那么就更容易就发生症状。夏天应该来说，在广东来说，来我们这看病的肩周炎的病例要比冬天更多一点。广东这边天气炎了，好多人夏天他就穿什么露背装啊，还有一些露肩的衣服啊，这时候呢他的抵御风寒的能力也会低一点。我们运动以后呢一定要注意保暖，是吧？要不然你肩膀露在外面，是吧？会容易着凉。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说风寒湿，要注意唔好受寒。哇，医生咪讲笑啦，而家大热天时消暑嚟唔切啦，仲注意受寒。运动以后呢不能把湿衣服，还有一些有些人把一些什么水壶啊什么就往肩膀一耷拉就走了，这些都会导致湿气增加，是不合适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运动以后他肯定出了汗嘛，那么你把它擦干净，换一件干爽的衣服，还有要么就搞一件干毛巾啊，把它披上，也受凉了。不能因为出了汗以后，贪图追求舒服，然后忽略了这个保护。大家听到啦，其实正正是因为夏天气温高，好多人都会对肩周炎放松警惕，反而容易引起或者加剧病情咁。所以各位老友记，平时尽量唔好攞露膊头，同埋出汗嘅时候要即刻抹干佢啦。听完医生咁讲，原来咧跳广场舞导致肩周炎咧，好容易可以避免嘅。不过咁，有句说话又话老人先老脚，跳得广场舞多咧，又会损伤你嘅半月板。半月板又系乜嘢嚟嘅咧？半月板它是一种纤维软骨啊，我们最常见的半月板是在膝关节，就股骨跟胫骨啊两个关节中间的那个臂啊，它分为内外两块，外侧是一个 O 型的半月板，内侧是一个 C 型的半月板。然后它这个半月板对我们这个关节啊起很大的作用，它一般能够稳定啊我们的关节，然后有还有能够缝冲，还有起这个润滑的作用。嗱，相信听完医生讲之后，各位阿姨仲系一头雾水顶啦。嗱，唔紧要，我帮你准备咗一个一比一嘅膝关节模型喺度啊。大家见到啦，喺呢个膝关节前面咧系一块突出嚟嘅骨，我哋叫做髌骨，即系我哋成日所讲嘅菠萝盖啦。而喺佢嘅下面咧有块蓝色嘅软骨，这个就系半月板啦。半月板咧就好似气垫鞋里面嘅气垫一样，专门咧就帮你缓冲嗰啲咧对膝关节嘅一啲嘅冲击嘅。咁啊，除此之外，我哋仲准备咗呢一样嘢，就系一个半月板嘅横切面啦，一个 O 字，一个 C 字。咁跟住落嚟，我哋就会用呢个模型嚟模拟膝关节嘅唔同运动情况，再睇下半月板喺唔同嘅情况之下嘅受损状况系点啦。根据我哋啱先嘅观察，发现广场舞比较常见嘅腿部动作有四个，一系踢腿。一个是踮脚，一个是转圈，第四个是半蹲。而为了令到实验结果更加明显，我们将原本的半月板换成比较软的塑料板。一番试验过后，结果出来了。那我们看到用辐射纸来代替半月板的这个实验上面，颜色越深证明半月板的受力是越大的。那我们看到踮脚同埋踢腿咧，其实对半月板冇乜伤害。咁啊，再到见到转圈同埋半蹲嘅时候，颜色起咗变化啦。尤其系半蹲嘅时候啊，颜色变得越嚟越深，同埋咧集中咗喺半月板嘅中间位置。所以各位中意跳广场舞嘅朋友仔，以后跳广场舞嘅时候咧，要避免半蹲呢个动作，因为佢对半月板嘅损伤系最大嘅。大家知道膝头哥咧承受住大部分嘅人体重量啊，所以对一啲高难度嘅动作嚟讲咧，就唔系个个嘅膝头哥都可以承受得到啦。跟住落嚟，我哋就会喺个电子秤上面重复我哋头先实验嘅四个动作，睇下我哋嘅膝头哥会受到几大压力啦。在实验之前，我们首先测量一下调查员 Showman 的体重，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是 84.3 千克。接下来我们的调查员就会在电子秤上面分别做踢腿、踮脚、转圈和半蹲三个动作，并通过观察电子秤上面的数值变化判断哪一个动作膝头承重最大。第一个动作是脚踢，在调查员 Showman 踢脚的瞬间，电子秤最高的数值为86.1 千克。
第二个动作系踮脚，电子秤最高数值为85.9，同原始值相差唔大。第三个动作系转圈，电子秤嘅最高数值为86.5。而最后一个动作系半段，喺 Showman 踎落去嘅一瞬间，居然达到107.2千克，比原来足足重咗22.9千克。实验到呢度，我哋可以得出结论啦。人喺半蹲嘅时候，膝头承重嘅力系最大噶，特别系体型比较大嘅中年老人系唔适合做下蹲嘅动作噶。喺解决咗跳广场舞嘅强度同埋注意嘅动作之后，生活调查团仲要喺度特别提醒你，广场舞同所有嘅运动一样，运动之前一定要做热身运动，防止运动损伤。一齐嚟听下专家系点讲啦。这个运动一般，我们运动前的那些放，就是那些热身运动都可以做，但是一个原则就是说，你要这个动作由小到大，啊，那个强度由小到大，啊，你不要一上来就是一个高强度的一些动作，这些会容易造成一些损伤。一般随着节奏，你一些从一些比较和缓的、舒缓的，啊，一些动作开始做起，一般都可以。好了，动作要令到知道之后，咦，仲有啲咩要准备呢？啊，我知啦，梗系运动装备啦。咦，睇下现场今日边个运动装备系资源线啊，智科学嘅，边个最好就有奖咯，好唔好啊？好。跳广场舞究竟要着咩衫、咩鞋、咩装备先至万无一失呢？运动装备大 PK， 究竟边位阿姨可以攞到我哋嘅奖品带翻屋企啊？浮言偏讲，查咗先讲，欢迎收睇第二次嘅生活调查团啦！嗱，喺上一次咧，我哋就讲咗啦，要帮中老年嘅朋友咧揾出一个最好嘅运动装备，而且仲会即场评选添。咁多阿姨奖品喺我手，边个攞到第一就将佢攞走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评选啦！而家我身边咧有5位靓女，咦，睇佢哋着咩衫嚟跳广场舞先。先问呢对姊妹花啦，点啊？而家着裙啦，裙摆飘飘几鬼靓嘅。哇！系嘛？又真系好抢眼喎、啊。好啦，咁啊，再睇下呢边先。你哋又着咩跳广场舞啊？我就着运动服啦，着棉质嘅最好啦，又能够索汗，最健康啦。啊，咁啊系，索晒啲汗啊，唔使立住立住啊嘛。咦，我隔篱咗一个好专业噶。梗系啦，我呢啲系平时出嚟跳啊，或者有时表演啊，就最专用嘅咧。呢啲板就正式系专用板，所以我个仔买俾我嘅妈妈，你咁中意跳舞，诶，买呢件正版嘅衫俾你啦。咁哇，经过一轮采访之后，我就知啦。咁啊，一共分3类嘅，第一类咧着住嚟跳舞嘅有雪纺啦，咁啊仲有棉质啦，同埋隔篱最专业嘅运动装备。诶，边一样着嚟跳广场舞先系最啱嘅咧？我哋一定用实验嚟证明一下啦。在上一节，医生都讲啦，跳舞嘅时候件衫湿立立咁搭住膊头，系好容易加剧肩周炎筋，所以跳广场舞最好选择比较吸汗同埋快干嘅衫。睇翻头先阿姨提到嘅几种面料，主要分为雪纺、纯棉以及聚酯纤维。接住落嚟，我哋嚟测试一下3种布料嘅吸水性同埋速干性。我哋嘅实验员就向雪纺、纯棉以及聚酯纤维分别倒入相同份量嘅水，大家可以睇到雪纺系完全唔吸水噶，纯棉吸水亦都比较慢，而吸水最快嘅就系聚酯纤维啦。而喺速干性方面，我哋将3款浸湿布料放喺同等条件下自然风干，经过5分钟，聚酯纤维嘅速干性最好，纯棉同埋雪纺依然系冇变化噶。喺啲衫嘅选择方面，我哋可以得出结论，就吸水性同埋速干性嚟讲，系聚酯纤维更胜一筹。好啦，第二轮我哋要评选嘅就系各位靓女着嘅鞋啦，等我睇下先。嗯嗯，哦。呢几位靓女着嘅鞋分别系有3种嘅，第一就系薄到冇底嘅舞蹈鞋，第二就系厚底有啲争嘅，第三就系平底鞋啦。咁究竟呢3种鞋应该着边种嚟跳广场舞先系最啱嘅呢？我哋请嚟一位志愿者，分别企喺毛具上面，重复踢腿、踮脚、转圈同埋半蹲嘅动作，然后再通过毛具嘅凹陷情况判断脚底嘅受力情况。大家可以见到，当志愿者正常站立嘅时候，脚底受力系非常平均咁，但系当志愿者做出踢脚、踮脚、转圈同埋半蹲，毛具就出现唔同程度嘅凹陷，而且凹陷最严重嘅全部都集中喺前脚掌，亦即系话我哋喺揀跳舞鞋嘅时候要特别照顾前脚掌啦。咁讲咗咁耐，我哋又应该着啲咩鞋呢？
们的主张还是先穿一些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运动鞋会好一点，特别是鞋垫的缓冲能力要好，还有一个固定能力要好的鞋。好多鞋比如说低帮的，它可能对踝关节的保护就不够，老年人很多的时候因为它足弓嘛，它肯定会不同程度的下陷塌陷，这时候呢最好能穿一些有弹力的比较好的一些带鞋垫，就特别是像那种空气垫的功能的那些更好。聚酯纤维运动衫、厚底嘅运动鞋，呢一身嘅着装可以讲系 perfect 完美啦。咁除咗着装方面，喺装备方面又有啲乜嘢需要注意嘅咧？运动时间长的话，可能就要考虑带一些什么水啊，包括一些必要的一些什么碳水化合物补充剂啊，这些可能带两根香蕉也可以，因为你毕竟运动当中会大量出汗。你要补充一定的水分跟能量。哇，评选到呢度，我终于找到一个符合晒我所有条件的靓女了。你看下，宽松运动衫有，厚底运动鞋都有，佢仲带埋咗遮啦、毛巾啦、水啦，仲有 CD 添噃。哇，装备咁齐全，呢个最健康装备奖仲唔系众望所归，送俾宽姐啦。哇，好重手啊！所以记得下次跳广场舞要带齐装备啦。一定。在评选结束之后，郑主任仲特别提醒大家，正所谓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如果各位在跳舞过程当中唔小心咬柴或者扭亲条腰，千祈唔好夹硬行路翻屋企，最好是请朋友家人嚟帮帮你。如果扭伤唔重要，可以在24小时内冰敷，防止关节红肿啦。调查到呢度，生活调查团提提你，跳广场舞嘅时候要量力而为，尽量避免半蹲嘅动作。而喺运动装备方面，最好选择吸汗快干的运动衫，着厚底运动鞋，同埋记得带埋水同埋毛巾啦。嗱，各位有咗呢啲咁健康又科学嘅方法，我相信咧啲姨一定会跳得越嚟越科学同埋越嚟越健康噶啦。不过讲到尾，梗系要运动多啲最好啦。等我即刻跟住啲阿姨再嚟跳下舞，活动下筋骨先。我哋下期再见啦噃。